许久不见，夫人风采照人呢。公公还是那么会说话，不知今儿哪几位想见我们贤儿？几位看着郡主长大的，都想瞧一瞧范大公子，还有太后那边也要看一眼，不过要等午膳后了。先去哪儿？夫人来了，自然先去宜贵嫔处。那皇后呢？皇后今日身子不适，就先不见了。这边请。我知道你去过御书房，但这儿才是真正的后宫，别四处探看，说不好就有人参你一个堕慢失仪。姨娘跟宜贵嫔认识啊？宜贵嫔是我堂妹，皇室素来对我柳家恩重。那姨娘还嫁给我爹图什么呀？老娘乐意。好，懂不懂？真爱啊。待会儿见面别太傲气。我懂，要给姨娘面子。宜贵嫔是三皇子的生母，不可轻视。三皇子不是太子吗？我朝惯例，太子独立位于皇子顺位之外。宜贵嫔的子嗣啊，虽然年幼，却也算是三皇子。哦，那这个意思是，太子没资格有亲人，更不方便有兄弟。这话你也敢说？哎，姨娘跟宜贵嫔多久没见了？四年了。这么久？进了宫，亲情就断了大半。宜贵嫔生性凉薄。柳家根底深厚，再时常入宫，有内外勾结的嫌疑。这么说，这宫墙倒成了他的囚笼。谁说不是呢？你们啊，可真忍心把我扔在宫里就再也不管了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毕竟柳家是外戚，要学会避嫌呀。你都是范家的人了，何必顾虑这些呢？今儿不是来了吗？要不是你们家范大少爷要去婉儿啊，我们姐妹还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呢。你就是范闲？侄儿范闲拜见柳姨。范公子，叫娘娘不能失仪。果然是个好孩子。范闲一行已到了宜贵嫔处。嗯，柳如玉进宫了。是。多年未见，宜贵嫔应该欢喜得很。据说那范闲不顾礼仪，直接叫他柳姨。宜贵嫔喜笑颜开，到现在都不曾放范闲离去。嗯，礼仪见多了，难道渴望亲情？范闲这一叫聪明。接下来他要去哪里？问过了，依序是淑贵妃处、宁才人处，午膳后太后会见他一面。若是抓准了时机，安排个宫女洗浴，正好让范闲撞见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说笑的，痕迹太重也不够有趣。派人跟着他，听听他都说了什么。怎么不见三皇子？这孩子啊，怕生，不敢见人，实在是叫人无奈啊。我小的时候玩才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儿，要我浪费时间见几个不认识的人，我也不乐意。你这孩子倒是实诚。说他实诚的呀，你恐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人。哎，柳姨慧眼识珠。你这孩子。宜贵嫔，淑贵妃和宁才那边还在等着，午膳后太后也要见范公子。柳姨，要不我先过去，咱们都是自家亲戚，以后我常来看你。你去便是，
你留下来陪我说会儿话。他们要见的是范闲，不妨事。姨娘留着陪柳姨，我自己可以。若若也留下吧，喝喝茶，吃些点心。我陪哥哥一起去吧。那你自己去小心些，其他娘娘面前可别再这般轻浮了。不能说轻浮，我觉得这孩子是诚挚。你是被他给骗惨了。现在要去淑贵妃处，淑贵妃是二皇子的生母。二皇子为人颇为有趣，不知他娘是怎样的人物啊？这几位里，淑贵妃是最为严苛的，但也是我最放心的。放心？哥见他绝对过关。为何？因为哥是才子啊。哼。哎，小姐，范公子呢？在那儿呢。哎呀，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叫淑贵妃了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啊，范公子，赶快坐下吧，淑贵妃马上就到了。拜见淑贵妃，范闲到了。哦。坐吧。那这本书放到左边第二个书架的第二层。你那首诗不错。万里悲秋，常作客。啊，贵妃娘娘谬赞了。你开书局了？啊，是。有孤本吗？都是些小说话本，古书倒是没有。听说红楼是你写的？其实是一位曹先生写的，我只是偶然见过抄写下来。哪位曹先生？古来杂文我素有收录，怎么未曾见过？书写的倒是极好。啊，多谢贵妃娘娘谬赞。近日里读些什么书？你出书，我弄铺面，四六分账，我四你六，你看怎么样？账本。商贾之道，终究事与粗鄙。贵妃娘娘教训的是。婉儿自幼在宫中长大，我们都把她当女儿看，所以要见你一面。承泽也一直夸你。承泽又是哪位？二殿下了。我这儿子心气高，他能夸人，难得。我跟殿下也算是一见如故啊。你大约是被他骗了。他心思深，从不与人一见如故。他的事情我不多说，相处久了你自然会明白。有件事情你大概不知道。嗯。我爱读书。知道知道，我已然知道了。你是晚辈，来一趟我应该送你一些礼物，俗我素来不喜，就送你几本古籍孤本吧。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其实我……然而你想要的，我也未必舍得送你。还是由我挑选几本送你吧。都行。你也不方便提着，我差人送到仪贵嫔那里，走时带上，如何？娘娘说的是。
还有事吗？那下臣先告退了。哎，这边。哦，这边。真没想到这性子跟二殿下差这么多。淑贵妃淡雅得很，平日不爱说话，哥哥有才子之名，她才愿意多看你一眼。实在是难跟上这话题转变。接下来是宁才人，大皇子的生母。这大皇子在边塞领军，手握兵权，他要争太子之位，岂不是占尽上风？公公没事儿，你不说没人知道。大皇子不会争，也争不了。为何？宁才人是东夷人，当年陛下北伐掳回来的。当时陛下在战场受了伤，宁才人日夜照料，这才脱了奴籍，后来入了宫，生了大皇子。所以这大皇子有一半他国血脉，因此不可能继承皇位。宁才人也因此不被太后所喜，本来已是妃位，多年前不知出了什么变故，被夺了尊位，降为才人。嘿，老太太心眼还挺小。哎呦，我说范大公子啊，老奴这条命还未活够啊。公公放心，我又不会当着太后的面这么说。我说范大爷，您还想当着面啊？平时就要慎言。那么多老太太，谁知道我说的是太后啊？你就是范闲，回娘娘，正是下臣。胡子都没有，什么？胳膊也细了些。你这样的竟然能杀死程巨树，他可是八品高手，我不太信。回娘娘，当街交的手，许多人瞧见。你应该再壮实些，粗犷些。总之不是现在你这个样子罢了。既然婉儿喜欢，就这样吧。就完了？对呀，我们今天就是瞅一瞅，满不满意还得婉儿说了算。娘娘看得透彻。好了，下去吧。禀宁才人，太后那边午膳后要见范闲。欠吧，我又没拦着。不是，您瞧，已然这时辰了，原来你是要来吃饭的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。哎，你也坐吧。老奴不敢。我这儿倒是没有这些规矩。尊卑有别，老奴真的不敢。随便你吧。早有耳闻。范家有女，才貌双全，婚配了吗？还没有。我有个儿子，倒是直爽，等他回京，要不要见见？啊？我还没想嫁呢。紧张什么呀？我又没逼你。来，动筷子吧。哎，主食呢？上主食。回娘娘，我用不着主食。我给你哥哥要的。这么多，不必拘谨啊！一习武之人，必须要吃饱。我这真不是拘谨。吃吧，不够再添。来，尝尝这肉，快吃。那么一大盆，他全吃了，剩了不少。啊，你不觉得这范闲还挺有趣的吗？殿下觉得有趣，便是有趣。说起来，我才是婉儿的母亲。她进宫了，为何不来见我？公主，您忘了，是您自己说不愿见她，说是怕会厌烦。
可我现在觉得，见他是件有意思的事儿。他还在宁才人那边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太后寝宫了。我要见他。等等，这么有趣的事，不能只有范闲。把小乙叫来，是，让他带着弓箭。都记住了吗？从入门到太后寝宫，都记住了。回去画张图。嗯。范公子，要不你就在这儿跪吧，太后看看您。跪这儿？啊，是。门都不进。太后的意思，跪吧。我见陛下都没跪。跪吧。算了，看在岁数大的份上。太后只让范公子跪。我陪我哥。我跪在这儿，他瞧得着我吗？这是慎言，洪公公。四个宗师都是谁啊？我们庆国占了两位，流云散手叶流云，这还有一位神秘未知，据说是隐藏在京都的皇宫里，也有人猜测啊，她是皇宫里边的一个老太太。太后说了，你不该为了年岁大而跪，你跪这儿是因为君臣的本分。太后还说，下次见陛下也要屈膝。他在那里边能听见我？是你听见的？后宫里说话行事最好小心些。也不是谁都有您这样的好耳力。太后要我告诉你，好好对婉儿，若让她伤心了，只怕你要拿命来还。也请洪公公转告太后，他刚才那些话只会适得其反，反而让人更不敢接近婉儿。怕了？我对婉儿好是发自自己的真心，我护着她不是因为太后说了什么，只盼你记住自个儿说的，送他出宫吧。洪公公，您是四大宗师之一吗？那孩子有些不服气，不过他说他会真心对婉儿，我瞧着不像是假话。真心这东西能够有多久啊？太后不见见他吗？小一辈里还算聪慧的。远远的见过了，不喜欢。为何？说不清楚。这孩子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太后不该见过他才对啊。是啊，也许是没有眼缘吧，随他去吧。既
今天总算没出什么岔子啊！哎呀，范公子，今天这一件您和郡主的婚事，就真没有什么阻碍了。老奴就先道一声喜，讨个口彩。你这，老奴是真心道喜，晚辈也是真心感激。那老奴只能去而不恭了。长公主要见范闲。哎，事先并未提及呀。之前不想见，现在要见。既是为了婉儿而来，殿下自然是要见的，烦请带路吧。殿下要见的只你一人，他们两个自到宜贵嫔处候着。哥，请。什么？长公主要单独见范闲？也该见呀，毕竟她是婉儿的生母。可有不妥？长公主在宫里素来以柔弱示人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相处久了，总觉着她的外表下藏着些什么。此话何解？就好像心底里有另外一个她，一直在压抑着，在无声地嘶吼着，虽听不见，却让人心慌。与他站在一处，总觉着心里有一只猛兽，随时会脱笼而出。我去找哥回来。哎，等等，那也太过于失礼了。或许都是我瞎想的，不必惊慌。你放心，宫廷里怎么会有事儿呢？殿下在里边等你，公子请。臣范闲见过长公主殿下。听说你师从废界，医术高超，婉儿的病如今也有了起色。只是恰好知道些偏方。可有治头疼的偏方？头疼病因诸多，老师当年教到此处也是颇为头疼。嗯，就真的没什么好法子吗？倒是跟老师学了些按摩的法子，或许能够舒缓疼痛。给我试试。怕是不太方便。范大才子怎么这么古板？过不了几日你便是我儿子了，怕什么？既是长辈有命，自当遵从。嗯，开始了吗？嗯。你这手法也是和废界学的？老师传授的任穴之法。嗯，确实舒缓了许多。主要是为了活血，血脉若是供给脑部不足也会头疼。废界何时教你的？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唉，倒是没想到范家和监察院却是走得这么紧密。或许只是家父与老师的私交。嗯，当年他们确实认识。啊，对了，你奶奶在儋州可还好？
身体好得很。嗯，那就好。当年我最喜欢你奶奶，总是喜欢跟在她后面。奶奶一向护短。嗯，听说你开了个书局。淡泊书局，贻笑大方了。总比裹在朝政里安全。牛兰街刺杀吓着你了吧？臣时时记得。听闻你有个护卫死了。他叫滕子京，不只是我的护卫，也是我的朋友。生离死别在所难免。殿下说的没错。我说了什么好笑的事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就是想着刚刚那些话觉得好生有趣。哪里有趣？一个布局刺杀的反过来安慰被杀之人，这不好笑吗？牛兰街刺杀是我安排的，也就是说你那个朋友也是死在我手上，这不好笑吗？嗯，怎么不按了？你一个人安排的？是想问太子知不知道吧。是，我虽支持太子，但也不会事事告知。林拱偷偷投靠到我手下，太子一概不知。说起来，林拱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可惜死得太早。我听说你一直想为那个护卫报仇。他叫滕子京。死人的名字就不用再记了。这仇报吗？广信宫里这会儿一个人都没有，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还犹豫什么？报仇不是你只想做的事。难不成是我的身份吓着你了？还是说你那个朋友终究是白死了？刚才还漏了个穴位，现在好点了吗？你按得真好，现在只是有些轻微的不适了。那我再多帮您按会儿。嗯。臣倒是要向殿下道谢。谢我？谢我杀你吗？谢殿下为我解惑呀。到今天总算知道要杀我的是谁了。不客气。多问一句，儋州那次刺杀也是我？是为了担心内库大权旁落。开始是。后来呢？后来觉着你这个孩子有意思，有意思的人杀着才有趣，不是？殿下好眼光，我也觉着自个儿有意思。刚刚
就没想着动手？想了。怎么又收了？臣想跟殿下打个赌。说。刚刚我要是动手了，今日此时便是小臣丧命之时。我说的对吗？啊，好了，出来吧。你这么聪明，我越发觉得你有趣了。那您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，臣先回去了。嗯，啊，如果刚刚没有人埋伏，你会杀我吗？别急啊，来日方长嘛。这个问题殿下早晚会知道答案。嗯，我等着。我走了。嗯。有意思。又见面了，燕统领。还会再见面吗？使团已经入京了，庄默涵也在其中，京都内不少读书人都赶去城门迎接了。天下士子皆尊庄默涵为师，他此次来怕是想影响谈判的利弊吧。怎么谈陛下定，读书人起不了作用的。还有事啊？院长，这几日院内暗潮四起，属下收到风声，有不少人渴望破坏这次谈判，想重启战事，一举平定北齐。院长明鉴，京都事宜你一处担当，赶紧点吧。若暗中谋划者是院内同僚呢？此乃国事，没情面。属下明白。北齐使团到了，若鸿胪寺真的要和他们和谈，一统天下，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。不必慌张，使团若是死在京都，自然谈不下去。死了使团可以再派，现在北齐一败再败，怎么也不敢再挑起战事了。若天下文宗庄默涵也死在京都呢？若庄默涵被杀，则战事不可避免，陛下也将继续用兵一举攻克北齐，到时候公子也可以从北齐国都回归，不必再身陷险境了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救我的儿子，而是为了我庆国千秋万代的大业，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见到天下归一。严大人真是深明大义啊。长公
公主承认了。现在想想也都连起来了。李云瑞既不希望我进京迎娶婉儿，更不希望内库落到我的手里，所以才假传监察院密令，要让我死在儋州。可是你没死，所以牛兰街他又试了一遍。现在他再要杀我，可不仅仅是为了利益了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林相有一句话说得真切，长公主不是婉儿的生母吗？那个女的是疯的。正常人根本不会把真相告诉我，更不会用自己的性命诱我动手。这个女人确实是疯了。疯了？一个疯子不是更好对付吗？她不一样，越疯越危险。要不要告诉陛下？没用的，没有证据。就算她亲口承认，却没有其他人证。那怎么办？要斗长公主急不得，还是先把眼下事情做好。后宫的路线你还记得吧？记着。画下来。范闲少爷，老爷叫您去书房。你先画，我去看看什么事儿。嗯。范大人，您找我。范大人，久仰范大人才子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少年风流哦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气宇轩昂啊。您哪位啊？在下鸿胪寺少卿辛勤。鸿胪寺？对啊，大人啊，以后咱们都是鸿胪寺的了，没事要关照关照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太常寺协旅郎吗？大人以后就是鸿胪寺的啦。你暂时去鸿胪寺做事儿，天大的干系，要小心办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大人还不知道哈、啊，北齐和东夷的使团早就进了京都城了。这我知道。这个北齐是来求和的，这个东夷是来赔罪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朝和北齐使团谈判，大人是这个接待副使是吧？我啊，对啊，就是您啊。那陛下都下了旨意了，还能有假呀？所以我着急忙慌的，赶快来请大人移驾鸿胪寺，咱们看看去，好做准备呀。是真的。哎呀，大人请，大人请。大人您看啊，这儿就是我们过几日和北齐使团谈判的地方了，到时候还要仰仗大人的风采。等等啊，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。有何不解啊？我对此事毫无经验，怎么会选择我参加谈判？您这样不就是明知故问了吗？好好说。当然是太子和林相的推荐了。太子跟林相？是啊，二位大费周折，就是为了让大人一帆风顺，赢得名声啊。哎呀，这个大人有什么觉得不妥的地方，尽管跟辛某说，辛某为您排忧解愁。辛大人啊，您是四品，我是八品，您追着我喊大人，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这不有句俗话吗？叫有志不在官高。有这句俗话吗？有啊，当然有了。呀，大人这么年轻有为是吧？还有太子和林相扶持，那今后的前程不可限量啊。另外呢，我也跟大人透露个消息，我也是太子门下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太子门下。大人不带这样的，你又跟我开玩笑逗我玩。您要不是太子门下，那怎么那么看重您呢？咱们还是说说谈判的事儿吧。
大人啊，是这样啊，对方使团里边有个叫庄默涵的，除了他，别人您不用给他们好脸色。庄默涵，瞧什么呢？你看那朵云。哟，今儿闲情雅致啊。像不像是一堆银子？果然还是你的风格。哎，你说我要是把这一堆银子给拿回家，那我夫人跟小女得多高兴。咱是要回府是吧？方青年，你听说过庄木涵吗？